每个人都渴求幸福，但我们亦应当正视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。我们应当保持吉人偏向、好运随身的信念，善待自己，善待他人，积善成德，好运自然相随。如果遇到困难，积极应对，并适当做好化解措施，相信所有不顺都是暂时的。说好话不是为了什么目的，而是因为心中的一份慈悲。生肖龙，龙年出生的人一号咸鱼大翻身，苦尽甘来，好运是挡不住，钞票多多，天资过人，聪明灵活。他们碰到任何挫折或者问题，从来不会失去信心，反而更加冷静应对。他们在鼠年运势将达到一个新高点，好运还会旺上加旺，财运势不可挡，接财接福。属龙的朋友不但财源滚滚，事业上还会更上一层楼，升职加薪都不是问题，生意也日渐兴隆。生肖虎，属虎的人天性霸气，做事主动，有做领导的潜质。一日出门遇财神爷，运势逼人，来财如暴雨，有财星入命，财运一路上升，工作上自身的才华得以发挥，接下来机遇满满，整年都会无灾无难，钱财满满发大财。但要记住，切不可急于成功，一定要稳扎稳打，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。生肖牛，生肖牛人天生的享福命，2020官本位正，鸿运当头，正是肖牛人富贵发达的好时候。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，即可让肖牛人在鼠年之内赚到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的财富，年内存款可达百万之多，让其他生肖只能望尘莫及。生肖猴，生肖属猴的人五行属申金，一日贵人鼎力相助，十一月份横财旺，财运升。在这段时间，属猴的人压力将会逐渐增大，压力的增大也代表了属猴人将要承受常人更多的辛酸和责任。所以生肖属猴的人在这段时间不要抱怨工作的压力，努力的做好工作，后面将会一帆风顺，步步高升，不利一帆寒彻骨，哪的寒香扑鼻来，加油吧。